就你平常吃什么，你直接什么嘛 ，OK 啊。两个人量不用太多，闷到一窝吃不完。哎，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腰花，腰花吗？叫啥菜啊？是那个腰，叫腰花吗？里面就只有腰花，有没有猪肝？干腰火炒不可以啊。那要干腰火炒。干腰火炒。再点个。要啥汤？不用汤。要汤。那在路上找厕所很麻烦。就点个素菜。嗯。素菜有哪些嘞？干腰火炒个。嗯。素菜是。蔬菜有茄子、豇豆儿，有西兰花，有粉条，有那个空心菜，有凤尾，小白菜。空心菜好不好？可以。再点个汤吧。汤不要，真的，大家开车在路上很烦。不要汤，就两个菜啊。那你点个其他的那个嘛，你需要吃的小吃和主食嘛。你们这边有什么主食吗，老板？主食就是米饭呀。米饭，哎。好。点个汤吧，点个那种有菜的。能。那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。那个空心菜炒个点，空心菜炒个点点吗？我要多点青菜哈。你。这里应该也是一个老城区吧，哈，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就来吃一家，哎，看一下哈，同达街哈，一家烧烤，这一家好像是吧，铁板，是吧？你问一下有什么可以吃的？有吗？可以啊，自己选是吧？哎，自己选。然后它这有那个。有那个，然后再看一下哈，就是居民区哈，就简单的，我们就看一下这外围的环境哈，就是这应该也是一个当地的在地的居民区吧，就我觉得就是常用的方式哈，就是烧烤，然后就捡东西吃啊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材料，都可以。有炒饭吗？我只是不要。那你就单独点那个铁板烧，铁板烧是跟烧烤一样的吗？铁板烧就是把那个菜弄在这个锅里炒，是吧？一起炒的。哦，还有烧什么呢？烧烤就是放在这个架子里烤的。我要铁板烧，烧什么呢？啊、铁板烧可以。炒的，你要是。炒什么呢？就把菜放里面炒。好好，那我自己拿吧。好，可以。有加泡面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啥？不是吃火锅的吗？要我每样，要不我每样拿两份，然后一个加饭，一个不加饭，可以不？可以啊。你刚刚是有叫他加辣椒吗？没错吧？哦，可以，那就可以嘛，没错吧？
白的都有两只鱼味道的。这换炒的哦，真的是晶莹剔透的。我姐就很爱吃这种铁板烧炒饭，她觉得吃得很扎实。少见呢、啊，就是来这么久就看到这一家。她觉得很扎实是吧？你们那边没有啊？你带很多地方也没看到这种。有，只是我们没找到。在我们那边也很多，但可以炒泡面，肯定很好吃的。但是问题是，泡面就是用这个炒啊，很漂亮，很香啊。那我要吃吃，你带我去吃。嗯。真的、哦。哎呀。啥时候？路边摊嘛，斜生街一条街后院，整个都是啊。对。啥时候带我去？随便啦、啊，你随便什么时候能买机票过去就好了。哦。这不简单粗暴吗？这声音很安全啊，没有这个声音其实很危险的、啊。